现代社会有许多问题，青年父母从小没有教育好，现在生活是乱七八糟，啥到淫妄，无所不为，请问呢应怎么办？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全心全力提倡弟子规啊？弟子规的学习要小孩跟父母跟老师一起学才能产生效果啊！如果单单教小孩，我们大人没有去学习，不会生效果啊！小朋友学了之后看到父母做的不如法，他说你骗我，你们自己不做为什么叫我做啊？所以我们从去年11月啊，在安徽汤池镇做这个试验班啊，这个小镇一共有12个村庄，居民48000人啊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对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居住在这个小镇里边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。那么现在才半年，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啊，这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。